圣上最近笑容多了。是吗？寡人未觉得。何止是笑容多了，胃口也变好了，想这都是天女的功劳吧。孙公公，你最近话有点多。老奴多嘴。大局已定。圣上，您说什么？寡人没说什么，你先退下吧。诺。到时候我们就修建一条距离我们最近的水渠，天府之国，那便近在眼前。笑啥呢？我进来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来做事啊？给你擦宝瓶，治流鼻呀。什么是擦宝瓶？哼，这就是擦宝瓶。这个治感冒很有用的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